名导演斯蒂文·斯皮尔伯格日前在伦敦的帝国颁奖礼上表示， Me Too 运动为代表的女权运动是当代社会的分水岭时刻，过去的一年非常丰富，无论是对电影、对性别、对种族，还是对勇敢揭露事实而言。斯皮尔伯格在颁奖典礼上表示，感谢你 Time's Up 运动，我们将面临一波新的时代潮流。我觉得没有人意识到这场运动有多重要，但十年后当我们回顾现在的时候，绝对会反应过来的。我要为那些勇敢站出来的女性鼓掌，她们曾经没有自己声音，也没有任何发言机会，但现在旧时代应该结束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